好多直髮夾咧都夾到直髮啊，但係出嚟嘅效果咧又乾旱啦，又死直啦，咁樣會令我哋嘅造型大大扣分嘅。咁所以咧，識揀一支著重護髮嘅直髮夾咧係最重要嘅。講起護髮咧，我自己就最中意用 Philips Sense IQ 嘅直髮器。呢、這個 Sense IQ 直髮夾咧有三個預設模式，照顧唔同髮質嘅需要。我嘅頭髮咧比較油，所以會揀溫和模式。呢、這個掣著咗燈咧，就代表 Sense IQ 嘅功能咧已經啟動啦。Sense IQ 咧係透過感應頭髮嘅温度，然後咧再因應你嘅髮質，自動調控到最適合嘅造型温度，防止秀髮過熱受損。夾完出嚟嘅頭髮咧，仲好柔順，好有光澤，唔似其他直髮夾咁扯乾頭髮嘅水分。而且咧 ，Sense IQ 嘅直髮夾咧，仲有四倍負離子技術，可以撫平毛躁。夾出嚟嘅直髮咧，仲好似做完 treatment 咁靚。其實咧，直髮器咧都可以做到曲髮嘅造型，而 Sense IQ 嘅直髮器咧特別適合新手使用啊，因為失敗嘅時候咧，就算來回夾多幾下咧，都唔會傷到髮質。佢嘅特滑陶瓷面板咧，喺夾曲髮嘅時候咧，就特別順滑同埋得心應手。以往咧造型嘅時候咧，都一定會有頭髮斷裂嘅情況，但用咗 Sense IQ 嘅直髮器之後咧，就冇呢個問題啦。如果咧想造型再豐富啲，可以隨即綁上半丸子，再將劉海、髮鬢拉落嚟修飾面型。依家買 Philips Sense IQ 直髮夾，仲有小禮物送，想打造完美情人節髮型，仲有咩難度啊？